出不去了！天命我操！气运加身，兄弟们，气运加身！剑魔来喽！给他一刀直接。 拖他 Q 的事。死亡轰炸！你在干什么？完了！我等个队的。我的仇恨。他不是要升级了吗？当心战！ 涉嫌开火！这个他没演。啊！嘿嘿嘿，这个人，哈哈哈哈！更不会玩。 感觉你是闪错了地方，别说错了，都出不去了。天命我操！气运加身，兄弟们，气运加身。我应该是急了。 走啊你！他一套你就死了。我先过去。龙魂，龙魂，他们的龙魂。
加别管，这个东西不可能给他。我操了呀！我的，我不该用三连龙。哇！我不该用三连龙，我的。 不要相信维奥吉沃特的鼠辈！我操，没闪现，马上受不了！你个偷家贼！我操！ 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觉得什么？他没交技能就不打他。我万一给点燃，他学的一杀不死。留 QK 个尾，快摸我，不然我 Q 了。 和海水中重生。侧线开火！Hello。干嘛呢？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我操！ 冰女呢？哦，都被都把被其他大给宰了。我等了半天的冰女的人呢？我一看他死了，我操！我们追着砍。原来再猛的野兽也怕枪。<笑> 所以不要追他。哎呦，我没反应过来呀！哎，这招。
水中冲。加纳来了，豹女也来了。我看他们有一个。豹女回来了，我得走了。老哥活了0.84秒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今天输了那么多，包天的号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加钱呢？老子他妈上来挨打了一天了，你只给300吗？他妈最少要给我600，套，以为还喊号主加钱？